灵隐圣人，道济和尚，在庙中施行偷盗，触恼众生，一个个恨他，恨之入骨，骂他是害群之马，一个老粗毁公堂。这要是他这样子，把我们整个灵隐寺的名声败得干干净净，传出去就丢了我们和尚的脸面。禀报老和尚，老和尚一糊涂，怎么办呢？一个个没得办法，准备加害济公长老，商定了办法。什么办法？晓得道济和尚要么不鬼庙，鬼庙亦设在戴北楼之上，就他一个人。我们呢到了一本三个结账为好，四面聚后分手戴北楼，宁愿牺牲佛楼要除去祸障。所以这个两天啊，差不多要害济公长老的和尚严重准备。准备什么？阴猴子啊，什么蟒熊、牛黄、松香、国酒、豆油、草把、灯笼、火把，都准备的停停当当，准备等济公长老回归灵隐来轰烧戴北楼。好说个济公长老在庙中施行偷盗，众神准备杀去佛楼，圆空长老他是当家事，他可晓得不晓得？可问不问？济公长老可晓得不晓得？众神要害他，哈！这个师徒两个玩得好了，玩这个心照不宣。对济公长老死心投盗，圆空长老故意点头默认。他晓得活佛的道理，他是严重在真正庙中的清规戒律。佛老有话呢，你们都是些什么人？都是出家的后生，出家人出家无家，没有永乐之心。何为后生？后生啊非常的高雅。后生这两个字，什么为后，什么为上，这是佛门的一个准称，叫千里相见为后，父母翻拜为上，叫后生。出家人出了家，出家无家，四大皆空，六根清净，看破红尘，没得永乐之心。不问过去，在家的时候跟某人有天大的仇恨，这要出了家，出了家就是自家人，千里相见何为归，这些仇恨就记不得了，一切要看破，无存在。要好伤父母翻倍为伤，只要你出了家住了和尚，就是父母见到你到了庙中来看你，他要先拜你，拜你如同拜佛。父母拜过你以后，回过头来你再来拜父母，这是父母的养育之恩，这叫父母翻倍为伤，这叫和尚。记住了和尚呢，你们要请什么用？要和尚错有什么用？你们都看破红尘呢、啊、你们四大皆空，六根清净啊，有了钱有了和尚就不会干好事，非赌即嫖，
所以弗洛伊呢严重死心头脑。你们有钱呢，带你们嗲过来偷过来，让你们嫖不成，送我黑沙丘去阁楼，让你们动不成，送我黑酒去阁楼，好一张带你们偷了卖他，叫你们出不成。什么一张不能冲啊？只要人遇险要冲好的之上，说明你还有养老之心。带你们偷了卖他，送我和尚喝酒吃楼。哎，这就是道济和尚的道理。或者今天准备害道济和尚，当然说活佛不怕他们，一座佛楼背后焚烧岂不可惜？哪晓得个圆孔长老跟道济和尚都看过了，这座佛楼的寿限到了，万物有无常，任何东西不会永生永世存在世间，他应当背后焚烧。所以呢，就这次机会让他们扫楼，叫济公再写一次神通给他们领教领教。所以今天和尚军行回来跟他们稍微碰碰的，进了庙你们望见济公那种快活发展了，哎呦哎呦哎呦，干了这都舒服啊，等到外头走上两股乖乖，那个心头就跟魔爪差不多，他干了他就叮当了叮当了。因为光亮思想，哎，大家干来了干来了，你都有好几天不回归灵隐了，今个就想起来干来的。不瞒你说，外头有人请我去酒，不要问不要滴滴酒去请我喝上，不想去两个啊，他要干了干了，那么路不敢洗面他去的是快活的，嘿嘿嘿，这可干了心里好过的多了好过的多了啊啊，干了好嘿嘿，干了好嘿嘿，干了好干了好，你晚上可出去了？不出去了。睡在哪个老地方？带回来啊。好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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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哼，光亮心都有话，大吉呀大吉呀，怕你的真相死了真要死了，你这个人平时就好喝酒，各个外头人家请你吃酒，别打别的酒席你都不吃，心都凉过，要干的干的干了就不得了，这把你过要你的命，哼，你还少在代笔楼，我们今天宁愿牺牲佛楼重去你这个活着。光亮随即下去就责派两徒弟四下笼拉，把差不多准备出名的和尚都笼拉好了，准备三更天以光亮结账为号四面聚后来烧死。或者和尚晚饭都没吃，一脚头上了代笔楼，哎呦哎呦，不到了，睡个睡个，他还睡个眼睛睁着，别在这打住吼，这听见死角一根铁，二根铁拆桥过，对面楼下稀稀沙沙，就把代笔楼四问为末，
为了什么人？准备害道济的后人。每人身上都有东西，不是灵力桶就是拉力叉，不是灯笼就是火把。灯笼牛皮套套住，火把先把那门熄的，说要用皮套子一拉，火中上一扣，马上就炸。另外桶里的都是松香、芒硝、硫磺、国酒都有，准备火中一起就在火上浇油。另外呢，还有不少的和尚在四面房廊上把墨，也拎的桶，也拿的茶。这些和尚呢是死心效仿，因为金金和这所代碑楼遮住了，其他的房廊不能淹上火中，要把个灵隐寺全烧掉，我们和尚还没出全身呢。所以旁的房廊上全把的和尚通里头是清水，准备救火，火叉抓住，又到火蹦过来，火中蹦过来，火叉一给，就把它给了抛掉。还有的呢，火上呢收着铜锣，就不再死着，因为一生气火啊，你不能不救。其实就是讲，火上脚有死着，但是这个神事要做，收着铜锣，也就在旁边等候。一声呼气，马上是鸣锣救火。哎呦喂，哎呦喂，乖乖，好了，这刚呢，你还有个把个梗头水压着了，你就把它鸣了。乖乖，这个什么火啊？家这种节奏反正呢？嘎哩嘎哒的，一呱呱，你把气火了，他喊你就好了，就山东们费事了，哎，其他个了，把他上来了，先遮住了，哎，老，有船来了，有船来了，没有他喊的，没有他喊的，这听见，去嘎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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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汤。烫烫死角三根，三根田一动，光亮临头，接张显下砸，四面美凤的众生一拥而上，灯笼皮头的拿着，火把在上头一扣，跟手就砸，一起拥上去，火把就朝檐口一靠，朝床格子上一靠，这座代碑楼年代已久，一点不说话，整个木结构的房屋噼啪交响，点火就炸，四面诸侯啊，要叫道济和尚无处逃生。吼一口，虎苗这些朝西村，虎苗这一村旁边，哗，一头都游上去，吼上脚油，哗，芒硝杀上去了，哗。松香杀上去了，哇，硫磺吼上去了，怪四面诸侯怎么能又躺得住吼上脚油，顷刻间烈焰腾腾，哪晓得个不是胡编吧，一生气到后、哎、天上还就来风，风中火为火葬，风死风火相连，
听见一声响，轰！吼出来的，吼出的冲到半空中，压着三四丈高，只听见啪嗒，啪嗒，烧得嘣嘣的、喳喳的，喉根子、喉咙啊，沸沸的、尖尖的。这个吼一起，烈焰腾腾，红光冲天。只听见地下一阵吵吼：“不得命，不得命喽，杀虎喽，救虎啊！”啷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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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叫上去的山脉，哪位是谁呀？都有几十桶有上去，就是刚才吼冲到半空中，吼龙吼马吼鸽子吼老娃，烟雾弥漫冲到半空中，一点不说话，暗色里外就看见这半边印好了半边天。这场大吼一直扫到天蒙明，整个县里，幸亏四面房廊上有侯上四星小房，别的大殿一点没有被损坏。金金后，这座带不起楼，扫的地太平洋一片瓦的，一眼了了。哎呦，乖乖。这一起忙下来，不容易，不容易。哎呦，你脸上都忙黑了，你那个鼻尖上缺黑的，哎呦，不了不了，吃这个苦，心都是开心。西人族把愤怒表情，我们明儿有安稳了再过来，安稳了再过来，或者烧死，烧死，死光无存，死光无存。这种货他到哪块跑啊？肯定烧的骨头渣都找不到了。哈哈哈哈，我们才欢喜，才欢喜。别忙啊，不是欢喜的事啊，这座楼烧的了，当家是差点下来，我们怎么样回的？这个监视师傅啊，你看怎么回的啊？我们总不能说我们放火噻，我俩想章程，哎，什么章程？这座对面楼哎，只有道济和尚一个人说得上的，旁人不敢弄他的病。这件事谁人不知，谁人不晓？我们晓得，当家是云空长老也晓得。我们跑来去啊，这一刻个呢，我们纠结几个人啊？你们几个人都去，马上就到方丈上禀报当家事，就说一来道济和尚说在代表楼上。自己后座不小心引起了一场大火，代表楼被烧毁，道济和尚也葬身火海，死光无存。这个章程可能用？哎，这个章程能用？能用，能用，能用！就是刚才，就是刚才，这，别动，别忙着，你把大对头，把大对头，将将一个个准备动脚啊！光亮四架后耳不一响，听到声音踢踏踢踏，光亮大眼睛，巴德明，什么声？会从黑，会从黑，土会从黑，巴德胖人土会从黑，这有多少句土会从黑？巴德明了，他说是的，鬼魂来找我们说哪家？嘿，你们听见了？光亮，我们听见了，来了来了，啪嗒啪嗒，到了到了，啪嗒啪嗒。
诸位，思想师弟啊，一来辛苦啦！大家，你站到，你是人还是鬼？出来的鬼呀、啊！大太阳黄黄的，青大早晴，说什么道的废话呀？那是鬼呀、啊！你不是被烧死了吗？你才被烧死的，没被烧死。你不是说的对面路上的吗？不错哎，说话你可晓得个？怎么不晓得对？却好玩呢！我睡得家呼呼的，突然感觉到屁股上火烧扑亮，什么玩意啊？啥？不得命了，烧起来了！四周围烧的是走投无路，我就不得办法，就这么一阵子蹦，一阵子跑，打开一条山路，我滑出来了。你可曾看见我们在过这个救护啊？看见了，我看你们忙得一错，我吃不上手，我赶紧睡觉，让你们忙了。你在哪块睡的？围头连上。你在围头连上的啊？对比楼比上不得地方睡，我只好跟老魏打招呼。老魏啊，今天跟你同同腿了，我就在你这个宽宽了。我就在围头店上款待烧，一直到再看个天气了。不吃鬼了，你个蚊子哥，你都安稳了，你都放心了。这个忙了烧起来了，这个这个忙了救护，你弄那个水，你才睡着的。而当时我们不是救护的，我们是放护的。中央人的名义上是个救护哎，火烧起来，他居然等到围头店上睡觉。这哥哥才说嘞，不好嘞，戴北楼烧他了，那叫光亮，一击不成又生二击，虽说没有烧的事的，但是你这个罪孽大了，这座楼就你个人睡。我们还是刚说，一来你自己胡说不小心，把一座代表楼烧的，一座代表楼的代价吓人了，你这个罪孽深了，把你带到老和尚过去，请老和尚定夺。让我见世人把这个条例破一下来，你这么大的罪孽。虽不得死罪，你的罪也大了，一定是再回一步，赶出山门。什么叫再回一步赶出山门啊？就是把你的借点借贴，把你的衣钵拿来夺了，就是你取消你做和尚的资格，说你反文票子就这头。如果有衣钵，你可以呢。跑到外地，不问哪一座寺院，哪一座庙，大庙小庙，你跑那里挂个点，一烧两钱，你都有的住有的吃，你能混。一生再回一步走出山门，你今生今世不准出家做和尚，取消你做和尚的资格。大吉啊，走啊！到哪块啊？到方丈山见你个师傅啊！这个开支啊，我不开，你不开不行啊！戴北楼烧他了，戴北楼烧的关我什么事啊？不关你事，关哪个事啊？这座戴北楼是你睡还是我睡啊？我睡，不错哎，你睡，我不睡，不得哪一个睡，就你个人睡，是你自己一来胡作不小心。引起一场大火，把戴北楼烧的，你罪孽深啊！不得命了，有罪说不清。我这个罪孽深到什么程度啊？在我看，再回一步，赶出山门，不得命来冲家了。真正是的，石虎大小便的双会席啊！你嘴里翠话多了，别啰嗦，见你个师傅，光亮师兄。
呱这个轻得很的嘛。师兄，做啥做啥？师兄，你做做好事，莫让本莫下哎。你没晓得，老和尚也不晓得，嘛就呼呼谈谈，把这个事情拿来聊他，私下是聊他，好不好啊？还以为你这个七弟邓超会放的轻巧屁，这么大的事，我能呼呼谈谈拿来瞒他个？这主楼烧他了，我就瞒得掉了吗？没得办法下，走。哎呦喂，我怕了。你怕了？我看你到这个兜了，一点都不出兜了。哎，你看师傅在过香边抓手上等等等你呢，是胡大小便的，又是胡有去滚死的，我双回去双倒米啊。他别露手，对丢下来，偷你哪一个？你这都又狠起来了，他俩还讲，你又追不得追啊？没人给你说啥子，点开哪一个有你这壶就拿过来的，我还打过问号，你别瞎说啊，你们都在管理啊，没这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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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是不是他说的在别楼上不出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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的，我一张嘴说不过你们几张嘴，见师傅再说，走道济和尚这些光亮带着众生一起跟在后头，直朝方丈室跑。这个老方丈云孔长老也是刚刚一线打过，对外头发生的一切了如指掌，清清楚楚，也晓得他们到了，一线打过，耳目一睁，啊，二蛋前来。有好事，看，老和尚，出了大事了，出了后事了。师傅啊，罢了，我跟你磕响头，罢了。哎，再磕磕你把手头的。现在是下午2点整，我是小小服务员李怡轩。我想静静，公共场合不吵闹，请安静哦。江都电信提醒您整点对时。传说在金色的森林里有一。